多数的星团差不多，然而生命的奇迹却在这里发源。生命的一个环节，并且在地球上传承了40亿年。就算在今天，新的火山还是继续塑造地貌，我们能窥见地球出生的模样，熔岩从地球深处窜出，在薄薄的地壳凝固裂开，起泡或扩散，再暂时休眠。岩石的矿物质，海洋的淡水渐渐充满盐分。